哎、欸，出来了，开始了，哎、欸，哎、欸，那等下，喂喂，好，赶紧收起来。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 Simple Data Structure。那我是谁呢？我是 Star Knight， 目前就出没在下面这个地方。那其中一个要提的，一定是每个工程师一定都会出现的 GitHub。那目前就是延期刚结束，然后暂时继续在中华电当个打杂的园丁。然后都是今天 online， 然后为什么要做 Simple Data Structure 呢？首先你可以在 GitHub 上面，就是我的账号 Star Knight， 然后下面可以找到 Simple Data Structure 这个 project。那目前已经就 1.0.0 就是释出了。然后它是一个极简的资料结构框架。那它是目前用 C# 做了 QStack 还有 Ring。那为什么要做它呢？因为在做嵌入式系统的时候啊，常常很多就是一些晶片就只能用 C 去写。那但是我们因为嵌入式系统它机体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又常常要用到 QStack 等等资料结构。在许多高阶语言，例如 C++ 还有打那些的程序员 Pro 这些之类等等的高阶程序员，他们大部分都有 native define 一些就是实作的一些方法，但是 C 没有，那没有怎么办？那大神们就会说没有喜欢的就自己干一个啊。所以，这是一个 basic 的那个 structure。那第一个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三个栏位。那第一个栏位是 type， 就是它记录的是它是哪一种data structure， 它是 ring 还是 queue 还是 stack。那再来接下来还有一个 length， 就是这个data structure 它最多可以有几个 element。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栏位 element， 它是一个 pointer， 它指向的实际上就是一个buffer array， 那就是在记忆体中它实际的位置。那之后就还会有定义到一些 SDSQ 还有 Stack 还有 Ring， 那他们其实就是 Type Defined by SDS Buffer。 那如果从图上来看的话，那它其实就是就可以看到那个 Element 啊，它就是指到那个一个机体位置里头的 Buffer Array。 对，那它有几个Element， 那就是 Length 减一，就是从0到 Length 减一，所以总共会有Length 这么多个 Element。 那它每一种就是不同的资料结构都会有 dedicated function。 那一开始的话一定是要先 initiate 这个 structure。 那 initiate 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有 push pop 还有 front 等等back 等等的工作function 可以去使用。那除了上面的 dedicated function 以外，还有一些 public function。 那就是基本上我这些 function 都是实际上就是去参考那个 C++STL 的一些library 这样子。所以命名上面就会比较跟它一样。那 empty 主要就是去检查说这个 data structure 它还剩是不是空的。那 size 的话主要是去看说这个data structure 里头还有剩下多少个 element。那这边讲到的 push 还有 pop front 跟 back， 其实就是他们都会先去检查说它这个 data structure 它是属于哪一种 type， 就是它是 ring 还是 stack 还是 queue。 那会在判断完毕之后再会去执行他们专属的一些 function。 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 code。 两分钟哦。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宣告一个structure， 那我这边用 Q 来当范例，然后再就是去指定它的长度要多少，然后还有就是宣告一个实际的记忆体空间这样子，然后再就把这上面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 initial Q 里头去做initiate 去做 bind 的动作。那 initiate 完之后，我看不到我的游标，我看不到我游标，看不到是很正常的，这个世道。好，不重要，反正下面就是可以去用 push pop 还有 front 跟 get 去做 SS 或者是新增删除那个 element 的动作。还有一分钟啊。哇哇，惨了！上 IRC 啊，不，demo 啊，没有这个档案，尴尬了。没关系，我有 make。然后执行，然后这边就只是展示一下说它真的就是 push 八个 element 进去之后，然后最后才 pop 一个，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它里头 element 的变化状态，那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